家好，又是我啦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vlog。 今天我将制作一个关于我在线学习十个月后第一天开学的视频，开始吧。过了两个月后，我在银行实习，今天也是第一天，我可以睡懒觉。嗨，我还想睡一会儿，因为现在越南疫情也在逐渐的好转，学生也不用上网课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是第一天开学，所以我要早起，好好准备。我刚刚洗完澡，给你们看看，今天天气真的好，不太热，对吧？我的脸好像还有点困，现在我下楼喝一点咖啡。爸爸每次看见我喝咖啡都会说，女人不应该喝这么多咖啡，你别喝了。虽然我知道爸爸的话不错，可是我非喝不可，因为他让我静心，所以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。今天下午一点我有一节课，还有很多时间，所以会正着时间来看一下书。偶尔我才起床早这样，因为平时上课迟到，所以我也没有时间煮饭呀。我的学校有三个设施，今天我在第十二卷学习。这个设施在逛中公园软件中，在公园里不但有学校，而且还有公司和咖啡馆。在这里有好多树，给大家感觉空气凉快。其实也不凉快了吧。上午还觉得天气很好，天空很蓝。哎，现在想来想去，我真的错了，热死我了。在越南这个月天气特别热，虽然疫情减少了，但是上课我们都要戴口罩。老师在介绍一些关于他和载物学科的信息。下课啦！哦，对了，以前我还以为大学有过山车呢，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上课，所以我没有学什么。很久了，我没去看西贡的风景，那现在跟我一起去看吧。本集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那我们下集视频再见吧。